怎么了？今天生意不好吗？那么着急找我？今天你看还有这么多没卖出去。哦，还有石斛，还有党参。对啊。你来的这条街就不对啊。我这边听说人很多，我就来这边看看。这边都是缅甸的朋友啊，你看他们都是卖菜的比较多，你过来卖山货肯定没人要了，他们都不懂这些的。我不知道，我第一次来这里。不行，我们问一下这个大哥，考察一下市场带你。大哥，这种好不好卖？这种不懂。哦，你们是缅甸的？缅甸。哦，缅甸哪里？曼德勒。仰光那边过去一点。啊、哦，听到没有？人家都不知道，傻乎乎的，你来这边卖。但是这边有好多吃的。哦，你是为了吃的过来的。走吧，给你买点吃的。今天挺漂亮的，结果没人为你买单啊。没吃过这个玩意儿。没吃过。试试，你要不要吃？可以啊，那就吃这个吧。今天你来的人群的地方不对了。哎，一个这个一个，缅甸朋友比较多，他们又不懂这些。他们的五官都很好看。对啊，都长得很帅的。不闹嘞，六块。还想吃什么？收摊了，不在这里卖了。回家了。我还有卖烤肠的，要不要吃烤肠？我不吃了。啊？采蘑菇。采蘑菇的小姑娘。卖山货的小姑娘。走吧。